要小心点啊，不行撞到车子哦。哦，那个是好像是老鹰哦。好像在哦，妹妹看到一只老鹰了、妹妹喜欢那个吗？喜欢哦，来妈妈带好。那个红色的是什么？那个红色的是卡车啊。卡车。对啊。妹妹喜欢开卡车吗？哦，有一个蝴蝶呢，一只蝴蝶飞过去的呢。好。这里是公园。这里是幼儿园。幼儿园这边好玩吗？好玩，妹妹玩，妹妹在玩什么？玩。好吃吗？妹妹好不好吃？哥哥好不好吃？哥哥，哥哥你在哪里玩啊？这个是幼儿园。妹妹在哪里玩？幼儿园玩啊、哦？啊，这边好玩吗？啊，你们来做什么？来做什么？还有嘞？啊，妹妹你来做什么？这样子啊、哦？三个，妹妹已经吃几个了？三个。三个，阿哥哥吃了几个？一个。一个而已啊、哦？啊，你又吃完了、哦？哎、欸，分一片给妹妹啊。阿美要跟哥哥说什么？那个骑那个好玩吗？那你去叫妹妹上来。妹妹上来。去带妹妹，赶快。
你没有事吗？你没事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有吗？